己休落地，随风去，长山的风吹，甲因相牵，也袂看你变老，爱着切，我是啥人的，想是几岁？伤心问后悔，你敢会想伊好几暝？纯情无多，才小变五百呀，是让你过人生一回，放你去飞，要受伤几回？心底才来变，心肝宝贝，伊是的花，变过孤开嘛不是，原来伊个伊是的话，难过雨水才知的，细滋味的，人有爱过，只是爱无体。风中的雪，伊是的缘，谁人走过后来我孤单一个，伊是少年，迷茫沉底心怨碎，去无挽回，有爱过，思念的风吹离别，夜夜的。谢谢赖俊麟。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赖俊麟，好，很幼嘞。我跟你讲，这首歌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让我感觉上是两首歌的感觉，就是副歌之前跟副歌之后。啊，为什么？就是尤其是你唱“人生一回，放你去飞，就受伤几回”，这句的那个情绪好像跟接下来副歌的情绪就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我觉得这如果之间的落差距离再近一点，可能会更有整体性啊。但我觉得你真的会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好，我们接下来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我有一个告诉我讲一下，一分钟就好。我之前去开刀喔，哈，开这鼻中隔弯曲，啊，鼻中隔弯曲是局部麻醉嘛。所以医生里压力哭哭哭，什么声音你都听得到，然后不能咽口水嘛，我就艰苦，我就举手。啊，医生讲，肝脏有啥物代志？我会使有一个要求，你再放一下音乐未？伊讲好啊，要你要听啥物？啊，无放你个啦，我讲好啊。啊，伊就开始电脑搜了，结果伊放啥个？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我惊讲这事哈，你后摆你这个。开刀房内底唔能听，唔能放这滴滴哦，足艰苦的。但是我真的对你们感到很致敬，就是恁实在太伟大。然后你今天你今日唱的这条歌内底感情真好，但是有一挂可能是忝嘛，一挂尾音啊，气那个气就有点不足，噪音啊飘掉了，主要够改进的这个所在。